在思考啊，这一杆圆饼它做球做得相当的漂亮，塞里比这根解球之后呢，也容易卖球，我们看看这杆确实是要考虑，很难解呀。塞里比这杆最简单呢，就是从这里一库来叫这一颗，但是呢，跟着这两颗就要卖球，因此呢，这个线路是绝对不可能来救，但是除了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从右边走出来的话，太难了。哦，Foul in the 摆回去，这个没得说。miss. Yummy so full. 塞比还在计算着线路，他想通过两库来救到红球啊，这是导播给的线路。哦，又打到代脚，同一个。Foul in the miss. Young man so full. 还是挂到带角，但是这杆解到球，但是解到球之后卖球了，我们看这一颗直接推下来就有黑球叫，这一颗黑球打了之后呢，就要先解决这一颗，因为要把黑球的通路打开。黑球打了之后就得打这一个，但是圆饼它这一杆走多了一点点，走多了一点点呢，可以去顶一下来停球啊，没有多大关系。哎呦，多了，打这颗不行了，打这颗不行了，不行了。Eight. 登篮球，Nine. 这个角度不行，这个角度是绿球高杆一库。哦，他打的低杆，应该是直了一点。Twelve. 13. 这个角度还是多了一点。20. 哎呦，可以，小低杆回来。20. 好，直接把它拉住，可以叫到这里，也可以叫到这里啊，这里或者是这里都可以，看他怎么选了。28. 不想听我说的，可以滚蛋，滚 20. 蛋啊，换一个地方。
这样说着你们都听不懂了，还看什么球啊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34。感谢第一炉的玫瑰。40。绕过红球，好球啊！绕过了就没问题。感谢 LXX 的玫瑰，还有王琪琪的小星星，喝牛奶的牛的玫瑰，哇，一堆哇，我也不一念了。大话西游啊，感谢你们。好的，袁炳涛，争气争气啊！这一局，走两库吧，这个角度好一些。54，因为两库上来呢是一个正角，正角的正好下来就可以。顺势最高红球。61。62。哎，我们看这个角度啊，可以直接能 K 到球。我们看袁炳涛这一杆是来 K 还是来叫？翻带，哎呦 ，69，好球！哎呀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哦，这一杆，这一杆。叫黄球有点困难啊，要发力。不理想，不理想。虽然是能打了，但是母球贴库，因为不仅仅是打黄球，打完黄球还要打绿球，那么这一杆呢，又得一个高杆来冲，要冲到两库，冲到两库之后呢，再起。哎呦，这冲那么高。哎呦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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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！哇塞，这一杆打成这个效果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。现在已经单杆打了82分，青台可以过白。86。这局袁炳涛打的是真好，真好。一库可以走这里，也可以往这边来啊，看袁炳涛自己的选择啊，这一条线或者是这条线都行，两边看加赛的角度，走两库都可以。其实啊，他走两库，够力了，够力了。
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严炳涛单杆过白。